太精彩了，对，看着心惊胆战的。朋友们，下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四位歌唱家，他们是刘秉义老师、吴彦泽老师、李双江老师，还有刘斌老师。担任钢琴伴奏的是赵碧贤老师。对，他们要为大家演唱啊，在那遥远的地方。不过姜昆啊，今天锦涛总书记啊，跟咱们代表们一起联欢，代表们打心眼里高兴，代表们有一个愿望，希望锦涛总书记和歌唱家们一起演唱。我们大家用掌声来表达我们的心情，好不好啊？欢迎锦涛总书记。唱的好不好啊？再来一首要不要？不过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，四位歌唱家你们小点声，我们老听你们唱，我们今天主要听总书记唱，对不对啊？再唱一首什么？上来上来。好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。轻轻唱。
看着我不作声，我想对你讲，但又难为情，多少话留在心上。长夜快过去，天色蒙蒙亮，衷心祝愿你好姑娘，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，我是个家外的晚上，但愿从今你我永不忘，我是个小外的晚上。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有着优良的传统，他们热爱祖国，